因为我们很害怕大家会睡着，然后所以我们带来这一首歌叫做《我不要冬眠》。那在这首歌开始之前呢，我一定要先介绍一个神秘的神秘嘉宾，我们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好，他说大家好，你发音好像有点不准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啊？什么？蝌蚪。音。哦，音符。对，他的名字叫做音符君。那接下来这首歌他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因为他会跟我一起唱。我觉得好像大家快睡着了。真的吗？欸，如果你旁边的人快睡着了，请把他叫起来好吗？等一下音符君会有很精彩的表现，所以你们可以多多注意他。那音符君，我们要唱这首歌歌名叫什么？我不要冬眠。Thank you.